想要想过，到尾都金汤匙啊出事个啊！可是我嘛想袂到，到即马辛苦边，钱都无交着半个啦。阮老爸叫我外面的所在找看卖啊哩，看看有啥物款的事实要紧啊，来做那么客栈的所在，酒楼来陪做小姐啊！若做今日事业，金枕时车单好咯，头前面看卖啊哩，来去找小姐就是。
公民圣旨，奉参加去家中提亲，只是，哎呀，奇怪，又见啊，南面当有圣旨天下法，东面同事乃没见的，阿婆一面当夜，团圆出了迎三万岁，给米老一看，面色莫重要，难逃有么个事情来发生的么？你呀，没唔得，爱去家中，顺从的人爱去母亲医疗阿哥受益为妙，爱去阿哥辞世，多了块朋友，三不五时，因爱去母亲掏钱出去，你看，爱去阿妹一年，就爱向外场吃状态，至今阿哥不在家中，母亲就偏宠了，负一个信念。弄得人家阿哥鬼哭痴心，你讲那用完不来受你嘞？原来是为了用完你，此故你身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给阿哥为你，身上你母亲的空下衣，阿王爷送钱嘞，用自费后身上钱不完，仲有一年，你阿哥被世俗寒酸。真的，那么安用啦？用办法就请不到那个阿哥，因为应该做对陪爱，方才十四给他，可来请看那里。对东爷，俺六三弟的共好婚事，一行到天边，俺就对到人生无天。你那行到海角，俺们陪你到水尽桥。也是你的真心真意，层层打通俺的心意，为了阿哥。我也叫钱来的，太难看了。我可能也没想过知道，也有想要跟你说话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来囡仔，是啊，公子，不一次啊，六三弟啊，对方是从来不陪牛，光天方夜弄弄乾坤，还用开路条送菜，引来你王菜同树同叶嘛，你就会晓讲，伊是你的女朋友，啊女朋友代表我未结婚嘛。那还没结婚，人人都有机会。来，这就是阮老好爷啦。阮这两相名望真好，三囡仔我真听讲，你来对我，对一个新姑妹啊，下下拢来交好，交好地，你对伊袂幸福啦。今日你讲出了无来喊阿婆去坐，啊，那老公哦，老已经讲，莫来下伊骗你。阿拉无差，到时间你我有事情。什么阿妈大事？阁无人阁讲来跟我呛声呢？啊，这个少年人阁跟我呛声，好，早今仔你无爱我，啊，恁爸个性，愈看会跟我愈介，你会说我会用个？So here
情绪会动，
原来老妹讲的，原来小妹是你的挑夫，你那是叫啊？那么来猪八戒啊？总是你分来位啊？你碰条哪毛的？路买的不见嘛？啊，你那是没话，不能是没头啊哈？你不是不能死呆了哈？我这里不能小哥，不能叫你啊呐？跟你我们讲你啊？快来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！你老妹，你老头婆，快来个。壮士，你想啊？就是古啊哦，来讲你主人讲的乌龟啊，乜个意思啊你啊？我是咧尊重你，为后你若我若带你小妹，你小妹若来对我的话，啊你不是我的古啊？特别屁股唔免啊，别上中菜，老烟啊，讲天方你弄弄乾坤，要强爱会走，哎，出来。对呗，王大出口啊！难道你念中啊？摸你那么过分，摸钱那么好了啊！我是不要你，我是不要你。你还要想啊？还要再要拜你哈？我是那个懂包你哈？不过人家你有哈，啥东西啊？跟你讲嘞，这边的本地的什么都好野人啊，金家大酒店，我就是头家囝，安怎？金家海酒店哦，恁家爷我不是金家大，臭小子。有名有姓吗？富家公司富二开啦，王大出宝啦，伢宝我们开市啊，聪明的来哦，实在哦，有功也好，无功也好啦。可惜伢爸可以跟海酒店，哦，原来富家公司这么是出开钱来哦，还无让信道啦，哈，顶下面头钱还无让借钱，还要不是动摇还定酒家，你是顶下买命嘛？什么名？哎呀，他冯顺风啊！没听过呀？下回咱们在那笑好。我跟你讲啦，卖得过我的代事，啊，那我的个性看会着，我就要得加着，卖得过有输。不管你是阿兄也好，还是你小弟也好啦，笑笑笑笑笑。等下等下，你讲你那个啥名？金玉堂，金玉堂嘿嘛，只要买点是不碍哦，只要莫讲东西啦，上大一个。我都是讲大戏演班还是没钱判哦。那你讲他什么？是我伫这个社会上，伫这个电影伫咧徛起，阁无人跟我冤家相拍，我好找无对手跟我冤家啦。啊，太有意思了。爱出头哦，好硬事情都创诶。哦，网友对手，诶，见面都硬讲诶啦。有啦，那你会什么时候工作会过啦？中央太阳没做对。我想要的查甫人谁家大哥都不是我的主人吗？你要怎么办上我可怜啦，哎，这边经过了一关假设人冲，啊，情况没人知道哦，情况管理那现在有人看哦，哎呀，你不是有人看哦，你有人看我没看哦，真的啊，亲心赏来去，跟恁当当的亲爱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弟母亲对下来呀，漂亮蛮好，还是转来看呢？转来一看，转来一看，敢不敢子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反倒转无人无人的多车，讲阿妹不听啊，更疯狂啊！阿弟你又敢不敢讲？算账不没记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啊，
该多要两个弟啦，可能母亲可能当年做一番，前面背景都不好，再来以后嘛，吼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也是。母亲，相公，你再来呀！再来啦，母亲！哎，前几日做人唔讲诶，讲诶出门前去请朋友，了了唔生意，哎，多多见面再进诶，半路蔬菜，落尾意见回向诶，好在阿哥奶奶在帮助多见诶，母亲啊，你莫见苦诶啦，你那个身体欠寒，你自己落尾咪滴不下面，你常太呼吸。哎呀，没那个法土在身，哎呀，没那个意识，你这么事哦，哎呦，俺快跳进灯来转来嘛！你也要注意呢，爱弟啊！一个妹的阿幼孝，你要出门俺去人转来，阿妹在去偏，后生得到阿妹俺救来，因来阴阳错，爱想阿妹不救给你咯，母亲啊！你莫讲呀，无见你个花，爱提供呀，偏你呀神烧，你见两边有二十男人呢，也分做做路偏，而且上下开掉诶，还咪千里而回呀，也可能都无贵人出现呐，因为如今母亲人也偏地，还拖到安叫诶多，母亲啊，拍死拍死啦，还既然都进来诶，还无安人啊，路尾死尾人，其他无办法请太傅，无安人啊，尊奉，他出来请诶，好嘛？不是，不是过去前面。最后，我们得可能相爱，感情安好，阿妹也欢喜。来啊，是那感恩，健康，牛重要。阿妹最后，我来交代重要的话，我老你讲清楚啊。那件事情，来，健康你，没那个亲身子，我请你。母亲，送来东西还吃到爱摸不好呢，只不过也给你，爱摸的我还蔬菜，因为今天非赚钱来，可能那边人对你不好，又突然间讲来降风，没你亲叫的来耶，母亲跟我暗冲，跟我暗娘冲讲法，难道你不敢讲也句话，给送来尊奉。母亲啊，总是好点点，讲的尊奉明人的亲生子呢。子怡，你用用爱对阿妹的身上照顾爱，阿又好爱的，阿也好，就不叫子怡，没今天子怡，就为明天子贵。母亲啊，所以来送烟花来讲，我讲你明人的亲生子，当然有理由啊。母亲啊。还是都没有自己见风，那见风对你都有好帮衬，好危险，还有做到。你总是突然间来讲，哎，没你亲身经验，难道那个层层的理由，难道有那个真相啊？当然有真相。像十个年前，人家阿爸阿妹，等下隔壁房，我娘嫂、老爷妹、老爷爸，将兄妹姊妹劝养，感情同好。也只有那个亲生母，你还要应该落爱，就会出口，三车不应该，倒在半庄内，三个不相四周四望庄目，人家阿妹啦阿爸，人人家落妹离开去，到了十个年代了，伤心爱唔甜，所以唔寒心，半车口出了长山了后。你喊谁？我就来娘你来。人常是生命状态，不过系最后，你的下胎咧，我讲咩做唔得。母亲啊，那莫骗你呀、啊。十个年人个闭门，今天讲出真相。年人个你隔壁脸上个大爷，牛爷爷个亲个妈爷，年人个父母当初时。还有一张老外被难整，十多年来父母两边让人落寞，你害茫茫的那位的后代命存啊！总的母亲，虽然的面前叫我来讲，十多年来自身的栽培生意状态，母亲啊，还有
望讲要不给你来发。最后，我希望你，还是把一天二千两个钱落来，我来交代。我出了钱，可了就买一点点，无论用白银还银。你爱你两个浪费个时间，两个阿妹要交代两条，就会牛皮，一条不你。一条交代伢落麦，先到伢用落麦了后，用派为证，唔就会清晰。难怪你从阿来讲，但用派无大唔见提，对人来讲非常的重要。伢只有一半，那么一半跟用派定系落麦身上，还办用派为证向外。母亲啊，爱弟耶。那真做起来，还给人来抢太火，抢心当医治你啊！不是，那最后一句，那就拜托你咯。那个妹，就那清空的伊，伊大声的来那死了后，今日人家亲生阿哥来讲，那最后就会交代那个妹，交代不你，莫用用白你，你要来偷伊，一生。我来照顾这个将来，乃是乃是什么感念？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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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是突然间飞到前来？很重要的事情，难道你弟弟爱照的？也在避免伊那来讲，总得来做咩答应？母亲来总得。去怪你，母亲不能就偏怂嘞。你怎么敢来处理亲家朋友？母亲为了亲你，给你添太多水，给亲家喊出去。虽然你还比哥卡丑，可可怜韩国你没爱亲生阿公。永健啊，那妹妹这么用心，天下父母心，阿妹临走之前，难道老人家看不出，伊老耳面上发的寒感情，但不应该妄多托爱。但是母亲唯一的心愿，伊还坚定，伊要来亲老妹。阿妹走之前，佮非常受你义母的照顾。现在剑锋我来托你为妻，但是你们两个意见来尊重道义，放在今天他都给清理出，没有左右为难，没有无顺从的母亲的信念对你不好，没有偷听用言变成对你谋逆啊。剑锋哥，既然你还不明最后一张信念，爱移民改建用途，顺从用言，敢请你陪在身边安度年。阿翁亲生阿妹就快在，爱答应了。你放心，所以为此生的生活作好。
俺不是受过苦，俺也会两手空空，唔知把个天高地厚，都让俺对吧？上紧以后，向外强势表态一遍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本来你不母亲对奶奶照顾，对奶奶养育，本来江凤来照顾你的身影，希望可以东山再起，你们好好做你卡虫卡虫的坚强要开启永远啊，一毛提醒你们有非常的资金，非常的安定，那还是叫老外才会笨手才，你只不过希望没老外，你要希望没父母行财，穷还穷数天伦，你就莫闭上，还用俺二姐剑锋照顾你呀、啊？好，来替你去，达成阿妹最后的心愿，来也能忘记一命，陪你身边。那就这样。